好，埃及夜部火车如何洗手、洗手、刷牙、洗脸呢？答案就在这一个小方块，这一个铁块，把它拿起来，噔噔，哦，就是一个小身体咯。水龙头呢可以打开使用，很方便哦。水还不小哦，这样拿来刷牙洗脸也足够。在这边刷，哎，会比较干净一点哦。它也有提供毛巾哦，当然也可以准备自己的毛巾。好，这个就是卧铺火车的盥洗设备。不使用的时候就放起来，可以当作置物空间。